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韩国进口的 Zenez 陶瓷石头锅，它拥有不同尺寸的饭锅、汤锅还有煎锅，给您更多的选择。 Zenez 锅子它的特点就是少油少烟，干净容易清洗，就算是用任何的铁铲还是铁丝球来清洗的话，也不会刮花它的化学涂层。再说我们这个锅子也没有化学涂层，就算是不小心把它敲到有凹痕的话，也不会影响锅子的功能哦。陶瓷石头锅的好处啊，就是当你煮食物的时候可以不用使用这么多石油，这样就可以减少油烟，也可以吃得比较健康。毕竟啊，石油吃得多也不太健康。 Zenez 锅子呢，是新加坡唯一的一个牌子可以用少油来煮食，又可以用铁铲来炒菜。看看我们今天用这个锅子来煎个鸡蛋，不需要放太多的石油，这要食物煮熟了就会自动脱离锅子，有点像不粘锅的功效哦。 Zenez 锅子非常容易使用，只要确保锅子和石油都用中火烧开，无论煮什么食物都不会粘锅。先看看我们的锅子，油烧开后先把鸡蛋倒进锅里，再看看鸡蛋在煮的当下油烟非常少哦。我们在用的是我们的 32cm 饭锅， 32cm 锅子是在新加坡算是比较普通的尺寸，适用于4到6个人的分量。而比起别家的 32cm 饭锅， Zenez 32cm 饭锅的设计比较深，所以在煮食的时候食物不会乱喷，煮完之后比较容易清理。现在就让我们把米粉倒进锅子里，32cm 可以煮4到6人的分量，全靠 Zenez 锅子尺寸的设计与锅子的功能，让平时都不在家煮饭的人或不懂得煮饭的人都能够享受煮饭的乐趣，煮饭变得又简单又清洁。现在让我们把煮好的米粉倒在盘子里。锅子好用也要容易清洗，不像一般的不粘锅， Zenez 锅子在刚刚煮完的情况下，就算锅子还是热的，你也可以直接把冷水倒进锅里清洗，铁丝球跟清洁剂都可以使用。 Zenez 锅子呢，可以使用在任何的电炉、煤气炉或者陶瓷炉，而且锅子的底部呢，跟一般的锅子不一样，一般的锅子啊，它们都是把传热的贴片贴在外面，所以很容易生锈。那 Zenez 锅子呢就不一样了，我们的工厂啊已经把传热贴片呢藏在锅子里面，所以不容易生锈，同时还可以节省30%的煮食时间哦。换句话说，用 Zenez 锅子煮食的话，也可以节省30%的电源或者煤气哦。韩国 Zenez 陶瓷石头锅拥有不同尺寸的锅子，你看这个炒菜用的就有 32cm 还有 36cm， 哇，这个是最受家庭主妇欢迎的 32cm， 你看这个锅子多深了，可以炒多少菜了啊，很好用的。还有呢，汤锅有4L的，还有 6.6L 啊，家里人多就用 6.6L 啊，就人不多就4L。还有这个煎锅28cm 的，很娇小很好用。所以我告诉你，韩国 Zenez 陶瓷石头锅可以让你在家里面好好的享受简单的主食哦。